平常读诵的小本经书和念佛珠，放在小布包里，有时因外出不方便，可是否可以随身带着进入洗手间？可以的，特别是在公共场所，像在飞机场的时候，你放在别的地方，自己进洗手间可能就会丢掉，所以随身重要的东西都带在身上。这个是可以通融的，这个佛法通情达理，绝对不会固执。